你准备好没有？好啊。哎呀，握小心，好贴心，马上帮着打。哇，四本。哎呀，好，他就是。会不会这个时候有点难有力？啊，好乖！我觉得他俩挺配的。差不多了，可以去吃饭了。走吧。先试吃一口。踩没踩雷？还行吗？你吃到酱了没有？很好吃。你要吃吗？给你掰一口。给你掰一口。哎呦！他已经被两个女生喂了，西西也投喂他，周冬也投喂他。对啊，第一期互相喂饭，期待集齐秦星的投喂。秦星应该不会投喂他了，我觉得也是。好开心啊！再吃一口。哎呦！又来一口，又来一口，哦！你就是很喜欢运动，对，然后就是也喜欢看运动，对对对对对，所以我觉得你这个安排还蛮好的。我还蛮喜欢看美式橄榄球的比赛的。哦，那个我也喜欢看，很刺激，是不是？嗯 ，Super Bowl 每年。哦，他们，你像那些打橄榄球的人，身体素质才真的好。哦，对。据说他们去 NBA 就是碾压那些职业选手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詹姆斯以前就打橄榄球的。他那个身形看起来就是像是大概，所以他上篮就像是要把对，但他就比较丑一点的那种感觉，就很猛的那种感觉，不是很好看。你们当时你去美国是自己去的吗？对，那就是自己一个人在那边生活，独立什么都自己来。对对对，其实一开始肯定还是不习惯嘛。对，我第一天去的时候我还哭了呢，想回家。对，第一天飞在飞机上的时候，我感觉我已经离开，可能飞就感觉自己飞过境了，然后就开始哭。其实第二天就好了，会比较快调节过来。对对对对对，你之前也是在英国是吗？对，我在曼城，曼彻斯特。哇哦，然后你学的是什么专业？我学的很土的，很土的专业，土木工程。真的真的啊！你真的是学建筑的是吗？我爷爷是工程师啊。